大家好，我是 ST 意法半导体影像部门的 Jonas。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我们的全局开门图像传感器 VD5613。 VD5613 呢，是我们一款150万像素的全局开门图像传感器，得益于 ST 先进的 3D 封装技术，它可以在非常小的封装尺寸内实现最高88帧每秒的全尺寸图像输出，并且它还带有 Optical Flow 的功能。Optical Flow 功能呢，就是在不输出图像信息的情况下，它能够实现最高画面内2048个特征点的矢量信息。它在一些动态的情况下呢，它能够去探测到每两帧不同画面之间这些特征点的一些变化的情况。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 demo， 你能看到在画面当中，它能够显示画面当中的2048个点的一个特征的信息，所有静态物品的轮廓都能够在这款画面当中能够看得到。那当前面有移动的物体经过的时候，它能看到不同帧画面之间这样的一些特征点的一个移动的一个矢量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可以直接通过 sensor 传输给后端的，使得我们在做SLAM 的或以及一些测程计算的时候，它能够更加高效。这款产品呢，适用于像 AR、VR 以及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机器视觉，它能够使你的 SLAM 计算以及测程距离更加高效。如果您想了解这款产品更多的信息，欢迎与你最近的 ST 销售代表联系，谢谢。